黑川伊佐那为了摧毁东万，摧毁血脉相连的弟弟，对东万发起了挑战。这天武道把千冬叫到家里，把有关伊佐那的线索全部告诉了千冬，也就是说天竺的进攻是因为伊佐那憎恨同父异母的弟弟 Mighty， 没想到还和东万的成立有关。武道根是看在千冬的份上才和他说的，不过他接下来是要自己单独行动，不想牵扯其他人。武道还告诉千冬，未来的直人死了，现在再也回不去未来了，已经没有退路了，这场天竺的抗争好像是和解了事的。而 Mighty 莫名其妙的就落入了西孝和伊佐那手里，武道要做的就是结束这场糟透了的兄弟斗争，哪怕是杀了西孝和伊佐那。千冬反问到，那一番队怎么办？我被你叫上来的时候也叫了大家，听好了，吴小道，这可不是单纯的兄弟打架，真一郎成立了传奇的队伍黑龙，伊佐那让黑龙堕落，而 Mighty 又摧毁了黑龙，在这过程中东万诞生了，这场兄弟之争是东万的源流，对我们东万来说也是大战当头，所以你要负责说明，问大家怎么办，这是队长的职责吧。等武道的小伙伴到了，也纷纷表示要和武道站在统一战线，其中阿敦霸气地说道，你有同归于尽的觉悟，那我把命赌在你身上好了。队长，千冬告诉武道，这队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弱，所以不要什么事都是自己背负。就在武道整理队伍准备研究作战计划时，楼下传来了找武道的声音，原来是五番队的副队长三途春千叶，而坐在黑色轿车里面的则是东万五番队队长武藤太宏。千冬顿感不妙，因为在东万里只有武藤太宏是特殊的存在，突然现身的武藤找武道又会是什么事呢？